他拍戏的时候也是有五颜六色内裤吗？还是那种？没有啊，他用白色的，因为白。我很专业。没有，因为他有时候有一些运动裤很白啊，全白，只有旁边一条线，然后你就会看到他的，因为其实穿白色内裤还是很明显，像我们女艺人都会穿肤色内裤。可他们男生我穿肤色内裤真的很诡异，有点奇怪。因为一般男生都应该穿四角裤啊，有裤头露出来这样子。可他不是，他是穿全白，然后那种三角裤，因为他那个太透明了，所以就是一清二楚这样子。然后有一次穿黑色内裤被我抓包，因为他那个白的那个裤子太白了，然后今天不一样，我穿黑色内裤。白里透黑那种，对，因为他屁股又特高了，他屁股特别圆、特别翘、特别有肉，所以他的内裤啊，跟他的裤子都很贴，然后屁股的形状都很明显的样子。对，好不好看？很帅，很帅。对啊，健身教练的样子。为了，然后我也会给他一个外号，摩卡森。哦，对，他都是我摩卡森。摩卡森。然后我说，哎，摩卡森是谁？拍照。是名字啊。没有一个没屁股，然后有屁股，他短。为什么要拍？没关系嘛，都讲的好玩嘛。不要，你拍一个，让拍你，全部都站起来了，快点！给大家看你屁股，快点！我今天在后面马上也站起来了，还可以吗？还有啊！是不是挖过卡通？他有那个卡通。